看着他日是他的这个监护人，他日看着是他的监护人，他肯定的，那在老家平房入住的，他肯定是在市里他住不习惯，他自己出来溜达，找不着家了，他自己出来溜达，他在凤凰公园那里住，他自己出来溜达，肯定是想回河也找不着家了，走丢了，小脑萎缩，哎，就那么个事儿。是一个村的，对，都昏迷了。他应该是吴伯虎呢，光棍呢，吴伯虎。河爷叫河木村，河木村。最后一次出现在幸福村，幸福村啊，现在晚上天气冷了，他不冷，他穿个大外套，不冷。不过明天就冷了，明天下雨，后天降温。有没有幸福村附近的？再帮着找找，不成？因为他是在幸福村走丢的。那都帮在有没有幸福村附近的？有没有开车出来找的？开车出来找的，那都上幸福村这里来找，不中？那都上幸福村这里来找，不中？中不中？我还得叫叫俺爱心团队的啊。那个咱群里有没有今天闲着没有事的，帮着找找这个大叔吧。他是昨天有人见到他在幸福村附近来，咱都上这个幸福村附近来帮着找找。有闲着的咱就来。你那个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你开车上幸福村的附近，帮着找找。他这个昨天有人见着在幸福村附近了。人很老实，不大说话。幸福村周围5公里之内，对，5公里之内。那要锁定这一个范围了就好找了，要是锁定一个范围就好找了。幸福村5公里，不用说5公里，10公里也好找，10公里也好找。你上幸福村的附近吧，从凤凰大街，是个岗，然后呢，再往南走到哪里？往南，反正就是幸福村入围吧，入围5公里之内吧。引着力量大，我实在有见到了希望，没哪有问题。他走路很慢，幸福村附近的注意了，幸福村附近注意了，能不能帮着找找有没有幸福村附近的？走路慢，看起来没有劲儿。哦，好了，知道了，那他走不远，
都不远啊。那他都不远。有没有照片？点开我头像，第四个作品，有照片，有照片。你也看看下边评论，点开我的作品，看看下边的评论区，它有照片，也有了几年以前的照片，也有就是当天走丢的照片，都有。这个人两天没吃饭了，太难了。我不着他，你放心了。这人走路很慢，走路很慢，没有劲儿，小脑萎缩，都不远，都不远。那没事，咱都帮着出来找找，是不是？那都没事先出一份爱，那你把你闲着也干什么呢，是不是？那做点好事啊，闲着点爱心，嗯。我离着你100公里，那你就看直播中了，你就看直播就行了。这现在都是有可能的，很有可能往这走。这胡家庄是不是？今天去哪里接？不敢接。今天在找人，有个大叔走丢了，有个大叔走丢了。这大叔一眼就能看着，哎，背头发，穿着翻领，这个红色的翻领，一眼就看着了。那直播间里七八百个人，在幸福村附近的不多，幸福村附近住的不多。联系公益救援队了吗？我就是公益救援队，啊，咱这个爱心团队不辞去别人，我相信能帮着他找着，啊。我现在在西小庄，马上出去。好嘞，好嘞，感谢感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对呀，咱都帮着出来找，就很快了。咱都帮着出来找，就很快了。说慢点，谢谢分享哈。黑外套，红翻领，白头发，对，不是黑外套，深蓝色的外套，红色的翻领，红色的翻领，白头发，浅蓝色的衣服。浅蓝色的衣服啊。
咱都帮着找找，帮着找找。我给你找照片看来，我给你看照片来。来来，我给你看照片。走一动啊。紧急通知，昨天晚上有个网友联系我，说他家里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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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他在幸福村，他就穿着这一身走溜的啊，看好了，接个屏来。他就穿着这一身走溜的来接个屏来，看了吗？